好，今日咧我哋要解一解一个支线任务咧，就系、是、以前咧都有见过嘅一个支线任务，就系、是、一条尾巴嘅六尾。首先咧，你嚟到小熊市嘅右手边15号道路，然后咧就呢度附近咧会有六尾可以捉嘅，然后咧我哋就可以落去揾一个下面嘅六尾嘅寺庙啦，譬如系喺边度咧？呢度，跟住咁样行入去吓，呢度咧就有个寺庙嘅。应该隔离，又出咗嚟啦！六尾你做咩啊？喺度嗌啊！听到啊！你点解咁惊咧？做咩啊？六尾咧？咩事啊？喘气？OK， 已经变咗一条尾啊！你系六尾，唔知点解？好，我哋就捉咗佢啦。哦，我哋只六尾变，我哋只六尾变咗只一条尾喎，啊？OK， 唔紧要啊，我哋睇下有冇啲咩特别啊，应该唔会死啩。OK 嘅 ，OK 嘅。哇，烧伤，咁劲嘅，识得烧伤我。我用高级球先。喂，入去啦，六尾球啊你，烧死咗。下个。哇，又烧我。会唔会死呢？用呢个神通力试下啦。啊，冇死到，冇死到，好。咁咪应该好快搞掂嘅，系嘛？红血又加状态，哇！会唔会灭我团噶佢，大佬？咁劲嘅呢只六尾，呢条单尾咁劲嘅，但系只高级球捉得噶嘛，系嘛？识摇噶嘛？应该识摇啊！啊，识摇嘅，识摇真系捉得，但系咁难捉嘅。啊，得啦，终于一尾六尾 no， 好啦，咁就成功捉嗰只六尾，应该系之前解落噶嘛？哇，诅咒新区，哇，废咗个火鬼啊！哇，火鬼有啲渣渣地喎，仲要变咗诅咒新区，哇！之前嗰只系太晴天嘅特性喎，一翻到嚟变咗乜鬼嘢？30呢？九尾使唔使？九尾使唔使用咩进化嘅？好似唔使啊，我 save 先。应该就咁食一粒就进啦，系嘛？30呢？我知波动破咯，唔要呢招物攻。哇，定系唔识啊六尾？我唔记得咗六尾嘅进化。好啦，系要用火石嘅，咁啊唔紧要啦，我哋要翻去买一买火石，睇下可唔可以进化呢一只嘅六尾先啊！我哋睇下六尾嘅进化，一条尾嘅六尾会进化啲咩呢？哦，都系进化一条尾嘅九尾啊！系啦，一条尾，一条尾其实都 OK 嘅，吓都有趣嘅，一尾啊，真系叫做，但系劲渣喎，佢个特性变咗。唉，算啦，好，我哋唔好帮佢进化啦，因为进嚟好似冇乜特别咁样。好，咁呢个知识就完结啦。好，然之后咧，我哋就解一解浅红市嘅一个馆主嘅支线任务啦。系啦，呢一度咧系可以入去嘅。之后呢度真系好黑，父亲我应该点做啊？啊，呢、這个就系嗰个阿吉个女啦，即系嗰个忍者嗰、那個那个女啊。呢度火箭兵团，哦，系你啊，父亲佢就系咧打低火箭兵团嗰个男仔啊。父亲，你做个女嘅，你想打啊？想打啊，靓仔！哇，硬！父亲相信我好强大，我会帮你打赢佢嘅。振作啲啊！佢叫我振作啲，定佢自己振作啲啊？虽然佢依家就冇乜可能打赢我啦，我咁高咧，70几咧，呢个应该系之前嘅一啲支线任务嚟，但系可能我解咗主线之后先打，就会变咗等级压制啦吓。好，再见。我仲未输噶，退下啦，好失望啦。你仲有好多嘢要学噶。好嘅，父亲，将你个臭脸攞开，我对你冇兴趣。哇，咁串嘴嘅，唔好走啊，冇父亲，我会变强噶。阿爸，我问佢咩事先。好抱歉啊，之前咧我被父亲咧抚养成为一个忍者，佢希望咧有一日我可以成为火箭兵团嘅宝贵资产，取代佢成为呢一个馆主。一直咧遵从佢嘅脚步，睇嚟咧呢个将会永远系我嘅命运，系啦。其实都冇咩支线，因为佢
冇写到明系支线啦，不过我哋都当系一个小小嘅剧情啦呢、這个位置。好啦，既然咧我哋解得始雄市嘅道馆，咁唔争再解埋金王市呢一个哪吒嘅道馆啦。锁咗门啊嘛，就好似一只乌蝇咁样咧，棘喺呢个蜘蛛网，你而家喺我网入面啊，纯八针啫。哪吒出嚟啦，好耐冇见啦，哪吒，走咗，我会等你噶啦，睇下你可唔可以揾到我啦。哇，佢有冇改到啊？如果冇改，应该有改喎。好，唔紧要，我哋慢慢试下，好快就到应该。哇，瞬间翻翻嚟嘅呢度。好，跟住隔篱啊呢个啊，中啦，轻松，你揾到我啦。呢种咁嘅下流嘅把戏咧，对我冇作用。好啊，你可以同我打啦。几多你啊？哇，255咧，黐线噶你。剧毒啊 ，OK OK， 冇事啦，即刻。好，准备屈死佢啦，可以。又250咧，黐线噶你哋。火鸟啊，火鸟有鬼火有机会。哇，用神鸟啊 ，OK 冇事啊，打唔中我。用神鸟真系傻傻地嘅，真系管主原来只系呢个级数咋。魔老风，魔老风好似冇，好似冇技打我。我有蘑菇包子，唔紧要啊，一醒翻啊，系佢毒系，紧要电磁波。跟住我哋换重换只劲少少嘅魔老风怕念力同埋冰系啊。魔古拉多得唔得咧？李如龙啦，李如龙啦。我系蘑菇包子，尖石攻击，尖攻，尖石，哇，好犀利喎！哇，黐线一个终极吸收，收我档，唔紧要，我哋有寄生种子，中 ，nice， 搞掂啦，咁就再换，咁可以慢慢吸死佢啦。OK， 你有毒系都阻唔到我，都阻唔到我磨死你嘅。呢、這个系公仔，呢个叫做吸本小丑啊，剧毒啦继续。哇，唔系话睡眠混乱，喂，中啊老友，好。跟住其实我哋唔使换都得啦，一路继续。哇，唔得唔得，要走啦要走啦，好危险。换只月桂叶先，喂，一下秒咗，古拉多。我哋用招地震啦，真系。哇！唔好打自己啊，老友！哇，黐线，瞬间秒咗。好，弱智训练家，食个药先。如果唔系唔够打。OK， 准备死啦，可以。又整麻，又整晕我。呢度落个蛋蛋先，跟住记催粉，催眠粉。啊，系佢瞓紧，催眠粉，再催眠粉。催眠粉中啦，寄生种子，跟住可以换重，食俾超剧毒，OK 啦，哇，再来一次 ，OK 嘅，冇所谓，准备死啦，好，下个富迪，富迪冇事啦，我都打赢富迪，但系应该快唔过去，系啦，但系冇中刀，哦，真好彩，跟住继续剧毒，哎呀，补晒。电磁波啦咁，俾人玩晒，俾头先吸本小丑系咁再来一次玩晒，唔紧要啊，但系我哋都赢紧噶啦，赢咗一半噶啦已经，因为中咗寄生种子又麻痹，佢已经冇办法回血就成啦，好屈死佢啦，太天真啦，你以为255咧可以赢到我呢啲咁强力嘅训练家咩？搞掂，放我出去啊！依家谂都唔好谂啊！哦，又走咗，讲笑啫。咦，又翻翻嚟啊？我咧许下诺言咧，唔会食言。我要将门打开，你可以走嘅。吓咁顺摊，当管做管主好无聊，但系喺战斗中击败人咧就好有趣。就系咁咋呢一度，有啲少，即系有啲普普通通啦。呢、這个。